农历新年，香港旺角发生暴乱事件，造成超过百人受伤，包括警员、传媒工作者和市民。由于事件由警方驱逐无牌熟食小贩档引起，因此部分传媒称事件为鱼蛋革命。究竟香港目前的社会矛盾是否不断升温，难以化解呢？欢迎观众到我们的网站发表意见。星期日晚8:35，时事平台，我们请来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。